嗱，呢個梁振英真係好離譜。佢應承咗五年嘅臨尾做，做到咧就天怒人怨。第一，打工仔怨；第二，啲所謂中小微企怨。咁你話呢個政府係做乜嘅咧？咁你將佢刪曬之後咧，就即係啲大有錢佬咧就唔怨。其實強積金有冇就視乎有冇全民退休保障。全民退休保障嘅方案，如果係用累進利得税去做呢一個融資嘅話咧，中小微企係冇辦法要俾到錢嘅，因為咧佢賺唔夠去俾錢。我哋嘅堅尼系數咧係0.59幾啦，已經唔記得啊，539，已經係危險啦。我哋叫有錢人俾多啲錢去做一個中小微企唔會死、工人會好啲嘅方案，唔做。而家梁振英臨尾呢個人真係死不足惜。大家唔好用禽獸嚟形容佢，因為禽獸咧都有生命嘅，應該用呢個惡魔啊、魔鬼嚟形容佢。不過我最近咧有人打俾我，佢係魔鬼嚟，佢話唔好啊喂，阿毛，我哋地獄嗰度唔得啊，有呢個人落嚟都驚，搞唔掂。嗱，一口價，一係就做全民退休保障，我拉布拉咗五年，你唔做。而家你又要去搞一樣嘢，叫工人收少啲。喂，長期服務金就係失業嗰陣時候你頂一頂。呢、這、一個對沖咗佢，你有冇失業救濟金啊？冇啊嘛。另外又對沖埋人哋嗰啲退休嗰啲，咁你我當係人啊？賺到盤滿缽滿喎，哥。有100万人是做保險，這個保安、清潔、物管，冇咗呢三種人，香港會喐嘅咩？你試下立法會有兩日唔清垃圾啊？啲議員投唔投訴啊？你試下物管冇啊？你今日入嚟嗰陣時入唔入到嚟啊？邊個同你做安檢噶？清潔、保安、物管都係重災區。今日因為我踢波啦。人哋一個人啊，做保安啊，做28日啊，翻12个钟头啊，人工都系11,592蚊咋？你仲喺EO揦飯食，做8个钟头仲更加低啦。咁你谂乜嘢噶，蕭局長？唔該，你同我話俾梁振英聽，佢炒你唔到噶啦。你7月1号过咗零时零分，过咗就你要死啦。跟住得啦。